这个黄标记点啊，我今天真的是抱着我怕被黄标的心情来抽这诡异的东西啊，真的是抱着诡异恐怖的心情来抽啊。好，那反正呢，就先准备个650啦，啊，我们就再看看吧。反正赛 A 赛 B 手指先走起来，然后再看看怎么办吧。好，那我们就先抽这个日游神吧。啊，我刚刚跑去私信了白米饭啊，白米饭说祝我今天早早毕业啊。有白米饭加持抽日游神应该是很好抽的，好吧？对不对？应该很好抽吧？应该很好抽吧？哎、欸、，Sam， 哎、欸，那个笔杆是不是有音乐啊？我很担心笔杆的音乐。手持就出货了，谢谢各位。看来今天的我，再见啦，各位，爽啦，下去吧，舒服。哎，果然找白米饭自己本人亲自加持，就是有差。来自妈妈的加持，马上女儿就来了。谢谢谢谢白米饭，白米饭亲自出现，谁啦？最爱你啦，白米饭，赞赞赞叹白米饭，一起当道绽放。好啦，那我们接下来就要开始比干啦。那我们还是做一样的事情吧。我们抽比干呢，我们还是一样把声音关啦，因为毕竟我看一下彼此的小奖长啥毛，长啥毛样。印象中彼此应该是有。哦，克图格雅好像也没抽到，然后固兔子菇好像也没有抽到，所以应该还是有机会被防守的。好啦，那我们就开始了。来，那我们就走起了。好啦，来吧，守时走起。希望我们今天可以守时结束啊，难不成又要像上一次一样，哎，轻轻松松毕业了？连续两次都偷渡欧洲，我是觉得可以接受了。你看这个彩蛋量。这个彩蛋量，轻轻松松，轻轻松松的关羽，再见了各位，我要离你们而去了。哎，再见了各位，下去吧你们，对不起啦，太对不起啦，对不起啦。果然这几天打积分让自己的心态炸裂是一个正确的选择。哎、欸，我稍微思考一下，我不知道怎么办。这个初音要抽吗？难不成我们要抽初音吗？好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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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抽初音嘛，好不好？我们把剩下初音补完啊，今天抽卡就这样结束了。快点快点，我们赶快把它抽完，今天赶快关台。好了，失忆啦，那我们就把初音抽完吧，看看我们初音有没有可能50抽两只收工。今天就默默承受所有的怒火，直接收播。哎，你们这一群倒战帮的，你们根本就没有办法再像艾因一样那次动的啦，是，对吧？啊，可以啦。哎、欸，没有了。哎、欸，消消业障，消消业障。我们就到 S 5吧，就不多抽了 ，S 5就好了。我希望是初音啊，其实我比较喜欢初音的卡面。哎、欸，完美消业障。我们看来可以收播了。哇，图里呢？哇，那所以我们是不是保证一只合作角色？希望中初音呢？我希望初音呢？各位啊，我觉得到站可以按起来了、啊。我觉得以今天的我来说，初音是可以肯定轻松出货、啊。来吧，哇靠，只有三颗。来，我们来看看会是谁啊？但我觉得应该是初音的、啊。先举起右手收。今天说啥来啥。我觉得啦，现在我开放时间给你们。你们要现在要代抽上车的，最好现在赶快私信我，不然我关台后就要收工了。
现在要代抽的快死我啊，马上让你上车。今天的我这么欧，还敢不代抽吗？对不对？每次都说许代抽，许代抽，你们都不信我。哎，真的是啊。那今天的我，我的波舞很危险的，这么牛的吗？今天就是这么牛啊，太轻松了吧？好啦，我们再实战一下，好吧？我们稍微实战一下，还能不能当朋友？拿干爹先生，今天完全没有人找我代抽啊！今天我今天是用我自己的波舞来消业障的，好不好？拜托！好啦，我们来实战一下，今天嘿嘿，今天好快乐哦，爽啦！